我的妈呀，这一出国就是大胆呀！看到今天出场的博哥，让我眼前一亮。天哪，孩子这是把彩虹给穿身上了。关键是大家都知道，每年的六月是欧洲的骄傲月，他不可能不知道，这就是故意的呀。对了，你们还记得去年六月份香的活动他穿的这个裤子吗？当时我们也磕过的，他穿的这个也是彩虹裤，是他自己挑选的，当时海龟给磕到了，给激动的呀。这响亮的为爱发声，王那个波，我真的是很佩服你啊。哈哈，看这里乐乐和妍妍的表情，笑死我了。一个愁的没眼看，一个乐的眯眯眼，你就秀吧，不用管我们死活。抓到一只看秀的小波，在内场好松弛啊。Hello, S Crowd 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王一博，我现在在罗云威的现场。这瞪着妍妍的眼睛好可爱呀。妈呀，这里突然的对视给我吓一大跳。这气场不愧是你。抖音。